朋友们好，我是北京妙姐。现在呀，虽然很多人喜欢网购，但我买衣服还是喜欢去线下实体店，可以现场试穿，买的也更称心如意。不知您是否也有同感呢？这不，在北京马甸弗利特商业街就有这样一处品牌工厂店，设计师自主设计，性价比高，独特性强，很多老客户都愿意来此挑选服装。我呢也试穿了6件，您帮我参谋一下，看看效果如何。设计师徐平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。咱们家真丝多嘛，所以我把这次给大家做一个福利，像这种真丝双皱，真丝双皱也比较好打理。对，把它穿惯了以后，就是生活中啊，天天上下班呀，比较在居家呀什么，就穿的真丝双皱就很舒服嘛。是的。然后我给大家做了个福利嘛，99啊，99，但是量不是很多，反正抢吧。这都是新款。哦，新款打折。看一下，有199的，有380的，有580的，反正大家过来选吧，因为款式很多。是属于原创的。真丝祥云纱原创设计，这就是咱们自己设计自己研发的。这个红云纱嘛，红云纱那个就是泥土染的颜色嘛，它全是纯植物染料，它没有一点化学成分，就是。这个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嘛，就是绫罗绸缎，这个是罗。你看这个，你要从这个光照下，你看见没？你都能看那个透的那个亮。对对对，古代皇帝皇妃穿它凉快呀，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。对，是经过的工艺比较复杂，对，穿身上它对皮肤好，又透气又凉快。你要在商场这一件衣服就得上万，是吧？所以那好多人都真的是排着队来穿嘛。这个我也给大家搞福利啊。这个不错嘛，这个是绿萝，这个叫紫萝。紫萝就是紫色那个植物里面提取出来的那个染色的染色剂，也是纯植物染色。我这个就是我的原创一新，就这样一搭，对，好看，非常好看，很上档次。这个就是也是螺的一种，只是拿红色染料染的，然后这个地方这是一个细节设计，这个就是有点很国母范儿那种感觉啊。是的。这个地方是手工艺盘的一个小玫瑰花，这个衣服很费料，很费料，它是一个立体雕花的，两个颜色都走，这个绿色可能比较高端一点，卖这个颜色卖很多，但要参加婚礼呀，对，闺女儿子的婚礼穿这个颜色很好看，这个很好，对，就这个就是平时穿配一个小吊带裙呀，小吊带背心，罗就是后背它都有提花，对，里面全部包边，工艺非常讲究。你看这个小珠子都用的是真的啊，小玉珠，盘扣手工艺的。这个是绿色植物啊，这个是植物里面提取的一种红色的，然后黑色的就是黑色的泥土色，主要它的后背这个面料的工艺比较讲究，它是立体的织的一个雕花。你要是说叫绫罗绸缎，必须是100%桑蚕丝，要不就别叫这个绫罗绸缎，也别叫桑蚕丝。如果是30呀50，像那种他们说网上买呀，说含30或者颜色特别鲜亮，你就记住这种绫罗绸缎，它所有的颜色都是特别暗，它从来没有亮颜色，因为它就是植物染色，泥土染色嘛。如果亮的，那绝对是假的，那就不是纯植物的了。对，它就被骗了。这个你看就是一个红。这已经做到了最亮的一个色了，但是它不能全部的亮这么亮，它只能是局部去点缀，而且它染出了一种像一种素的感觉，这种我给它起名叫红素啊，它就是这个立体收腰，这种一配漂亮，是咱们今年整体研发的这一系列真的很受欢迎，是我家的一个今年特别受欢迎的我们一个原创设计，打破了以往的那种旗袍的那种领型，好多人怕勒脖子呀，对，脖子上那样比较热呀，所以这次这么做，这个小珠子都是真的啊。然后后面是做的一个小斗篷设计。然后加两件后面。对，这就也是蓝色植物染的一个颜色啊，就是图案也很好看嘛，祥云图案。对呀、这就是我们一个渐变的一个染色，你看，下面是一个像一个梵高的画，上面越来越就变到一个紫，变到一个绿，就是这个渐变色，这就是绫罗绸缎那个。他们有的人叫绡，也有人叫欧根纱，但必须是纯真丝啊。这个是电脑刺绣的一个小花。里面全部包边。这款也特别受欢迎，今年紫罗里头的一个最畅销的一个款。这是一个裤子啊，去年我设计的裤子比较方便，对，方便。然后就是紫色系里面的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色，就是穿着很收腰。
这个也可以参加婚礼穿、啊、对，这也不错。婆婆装，嗯，妈妈装，嗯，这个就非常受欢迎啊，天天都在做、啊、这个也很、嗯、对，就是很简单大气。你看、嗯、局部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花朵、啊、这都是立体雕花做的、嗯、然后这边还有小珠子，嗯，这些手工的东西细节的真的很好啊、嗯、对，这也是电脑小刺绣边、嗯、你再看这个面料你看吧、哦、是不是透着亮，对对对，但你要这么穿着它根本就不会透肉啊、哦、因为这是螺嘛，螺非常的凉快又好打理啊。人们的概念可能以前说真丝不好打理啊，你知道，像这种绫罗绸缎你根本就不用熨，它洗完了就是这样的哦，是吧，对，多好看，所以这种艺术感很强，每一件衣服都很有设计感，是不是，嗯，这里面都有你的心血，对对对，穿着我感觉心里头也特别开心，是吧，嗯，产品我已经是淘汰掉了，就放了这儿，就是便宜给大家啊，但这种衣服已经过时了，这就叫祥云纱，它背面没有花纹，像这种罗类的东西你看的背面它都有花纹的、哦、这就叫罗，对，所以说大家不懂的嘛，可以这样去鉴别一下 对， 对，像这种商场一件还4000多呢，昨、哦、天晚上我做直播来着啊、哦，这件衣服跟克莱依兰这件抢的最疯啊、哦、小花朵，这个不烂，它挺雅气的，很雅气、嗯、这个也非常划算，我模特上穿的你看那个就是、哦、这都很便宜，都过风情，对，走的超好，这叫什么，针织真丝，针织真丝，对、哦、就是跟我们衣服像这种就是梭织，就是经纬纱线去纺织的。嗯，我们毛衣织出来是不是有弹力啊？嗯，但是它也是纯桑蚕丝100%，它就是那个特别细的那种纱，桑蚕丝去织出来的这种针织真丝。嗯，它有弹力。对，咱们这是厂家嘛，对，比较划算。对，我们每天做这个衣服，估计走个十几件的。是吧？哦，它花色也好看。对啊，嗯。而这个真丝的衣服千万要手洗，不能扔洗衣机洗，而且不能在水里泡。哦，你当时在水里湿了，你就在当时洗完，而且也不用揉搓它、哦，就是在水里晃荡，滴一滴丝毛巾。嗯，你时间久了你就滴点柠檬呀，滴点那个白醋呀，嗯，哎，给它涮吧就行。好、啊，千万在阴凉地晾干，不能在太阳底下晒。哦，嗯，你看，很有创意的这些衣服。有点小中式风，是小流苏。哎，你家的中式的这种感觉特别多，这个颜色、哦、这点也不错，就是黑皮肤穿也显白，白皮肤穿更显白。那这个衣服很受欢迎，透气性好又舒服。是的，还有一个主要特点是扔洗衣机随便洗啊，很职业啊。胖体人的设计，不显肚子的啊，面料就有一个立体绣花，嗯，很好看啊。这个衣服小装饰也不错，不分年龄段，嗯、从18岁能穿到了六七十岁。真的，还有这种小原创，看，嗯、哦，咱家确实是这款卖的超好，确实不错。嗯，这个卖的好，我还特意做了两个试试。套装类我们只强项，省钱大家。一次卖很多，初三明年用的会比较多。这个颜色其实挺雅气的、嗯，挺雅气的，嗯。好，不错，都挺有设计。给配一个小珍珠腰带。嗯，这个衣服受欢迎，特别好。它两个颜色，嗯，而且你拼搭的还挺，对，你看这个花色多好看，是、嗯、很雅气。对，这样有一些平时呀，你们在商场这一套最起码不得2000多，是我这儿500多米。哦，这个、是很收腰，多好看。这个面料是什么面料？棉的呀，天丝棉应该是。而来的这个貂皮畅销款，对，就是这个貂皮大衣啊，它有一长一短，这个衣服加钱嘛，因为商场它是1万到2万多，嗯，就是纯水貂的嘛，嗯，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生产，我们自己做，我们还可以给顾客定做，所以这个衣服我们真的是很受欢迎。这个、啊、这是皮衣啊，嗯，皮衣的一个特色款的，它有硬的那个小一个小暗花，OM 号到9个叉，9个叉能穿到了200多斤吧。哦，这个衣服很受欢迎。欢迎欢迎回来来一个，很好玩的，对，小科技面料啊。我们顾客给起的叫蓝天白云款，与一位老顾客攀谈了起来啊。您觉得他家衣服怎么样啊？非常好啊。啊，经常来吗？经常来。
真的都是老顾客的，周边老顾客超级多，而且我们家有时候福利多，他们过来都抢福利。哦，还有连锁店，对吧？通州也有，对，团结湖、通州都有。我这看上这裙子了，对，春天小票的。哦，定的哈，他们直接定的，顾客都把钱交了，等我交了钱，这不也上周的今天来？对，嗯，东西精致，对，东西很精致，嗯，很有特色哈。我实在按捺不住了，也来试上几件。哇塞，哎呀，我的天哪！这就是红云纱啊，红罗，真好看。哎呀，套装，下面那裙子天丝的吗？真漂亮，哇塞，真好看！哎呦我的姐呀，99是吧？真是九十九，妈呀！对，真好看，99太值了，是这个九零的。可惜，对吧？我也觉得这个九十九，这身是不是这几身还可以？对，这个穿的好看，好看。这个好看，这个最漂亮。定个这个，嗯，这个是最少的。这个就是捡一漏了。好，来，好，谢谢，不用谢。今天真是不虚此行，买到了心仪的服装，还了解了绫罗绸缎的知识，您是否也心动了呢？这家店呀，就是徐平服装店，交通极为便利，乘300特八671747361等多路公交车，马甸桥东下车，开车呢导航徐平的店马甸店即可。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。谢谢您的关注和支持，我是北京妙姐，咱们下期再见。